Hello，Hello，hello, 早，又是新的一天。今天是周六，不上课。烤箱在我姥姥家，跟我妈过来烤地瓜。周末没课，但是要写作业，刚写完。地瓜好辣，太香了，热气腾腾的一锅。热乎乎的烤地瓜，尝个，先来个小的吧，算了，来个大的吧。流油了都，哇，黄灿灿的。地瓜，地瓜，吃地瓜了，妈妈，快来，给你搞。好熟，啊，熟了，对，嗯，好甜，甜，超级甜，对吧？把你烤了，今天把地瓜给烤了，改天烤土豆，嗯，改天咱们一起烤土豆。剩下的吃不完怎么办呢？给它放到冰箱里冰49个小时。把烤好的地瓜放到冰箱里再冰，这就是冰烤地瓜真正的地瓜冰淇淋的做法。应该冻好了。冰烤地瓜，这个是地瓜冰淇淋，尝一口啊，我拿着都凉手。嗯，凉牙，但看不出来。里面带着星星点点的冰碴。绝了，也太好吃了吧，地瓜的香甜。你过来尝尝，妈妈，妈妈你尝尝好不好吃？超好吃。天气越来越暖了，就可以试一下。你尝尝。我不吃，我妈说她不是她自己。你过来尝尝。不吃吗？冰淇淋呀。什么表情？我尝尝这个。哎，真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夏天，哎，夏天吃才能好吃。嗯，再来。嗯，忍着，这个甜。